今天画菊花。墨骨菊花，画菊花，首先心里要有菊花，心里知道这个菊花长什么样，然后你才能够画。我以前一直到公园里去写生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开，以前一直有，每年有菊展，我都去。你看各种各样的菊花，然后画各种各样的菊花，看他们的姿态，全开的和半开的。
因为菊花它都是管瓣的，里面是很深的颜色。大致的花型出来了。好了，就可以画叶子了。叶子我就用墨画，有时候用色彩。现在今天就用墨画了，梗，然后用笔啊，不要干涉，注意。我这个当中画这梗，轻轻的。画了一个，其实如果直接画梗，要画的粗，要画的有劲道一点。我这个只是提示了一下，这里可以画叶子。这个菊花开的时候是千姿百态的，你不能画的都是一样的。那就不行了。
下面往往是叶子基本上都下垂的，因为下面是老叶子。好了，然后要等它稍微干一点，否则就都阴掉了。这应该可以画一个花骨朵。有时候可以画几种不同颜色的菊花画在一起，我今天就画同一种色彩的。画一朵将开。是未开的。要有姿态，和那个刚才一朵好像在对话一样。稍微有一点皱，主要要画的，不能让它松散开。
有姿态了。是一朵将开还没完全开的一朵，也是有姿态的。主要是，就是你心里要有花，要有这样看到过这样一朵花，这样一种花，那么你就能画。将开未开的时候，它这个管状的，最好是一笔完成啊！我这个，因为这个纸有点皱，好了。不想再加了，也可以再加的，这里再加一笔，不要加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再画叶子。然后呢，要给它有呼应，再画一个叶子过来，然后特色了。反面的啊。好了，最后
就两个花头画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画花心，当中有一个花心是绿的。所以我今天这是来不及画的，那花心呢，当中还点一点点小黄的，小黄点，它是就菊花就长那样的。秋菊，这里呢可以题字啊，今天就不提了，也可以题字。在菊梗上面，它有一点那个爆出来。小叶子，就是用点来代替。画勾金暂时就不要勾了，因为还没干，要等它干一下。可以再勾一勾，看到许多人画那个菊花，这个菊花是不容易画的，画的都好像散开了一样。还有呢，就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它的长什么样。等它干一下吧，洗两次。等它干一下的时候，洗两次。
黄秋。好，那么现在可不可以勾金啊？看看，金不勾，好像总是少一点什么。这个呢是这样，有侧面的。叶子呢，总是有前后左右都有的。